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养长毛还是短毛了。一、脾气，大家都知道妹妹不管怎么被欺负都不会反抗，只会委屈巴巴生气不理我。而牛奶，牛奶让我摸一下。二、掉毛，别动，真够秃的。三、软便，又软便，肠胃真脆弱，给爷整吐了。朋友推荐说，这个美式猫粮是软便克星，食材低敏专一，而且都是高乙消化蛋白，专治你这种玻璃胃的猫咪。妹妹，先让哥哥吃。听着睡色狼巴达卡邦那尼尼尼摩托拉萨卡比兰巴达卡米那希那哈那摩邦巴达邦邦邦巴达巴达邦什么贝勒什么耶稣。妹妹要重新找对象了，由于前段时间给妹妹找了对象，相处了几天后，本来以为可以怀上宝宝，没想到都是屎。然后现在她每天抑郁寡欢，可怜兮兮的。妹妹，孩子还会有的，你自己生吗？别生气了，要不我再给你找几个男朋友，再选一次吧。都这么好看，不会嫌弃我头秃吧？不会了，我在德乌让给你买了嫁妆，最近有活动，国潮衣服款式多还划算，他们不会嫌弃你的。不得了不得了，妹妹要有宝宝了，前几天误以为妹妹怀孕，没想到却是一肚子屎。但是这几天发现妹妹肚子没好，反而越来越大，还是死吧，吃的特别多，特别嗜睡，变得越来越粘人，妮妮也变化了很多，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带她去医院做了检查。孩子是谁的？妹妹，以后就不欺负你了。你有大病。好了，医院带回来很多细菌，先清洗一下吧。这款多利星球免洗沐浴露，不沾水就可以给你洗个澡，还能抑菌除臭，特别适合怀孕和平时害怕水的猫咪使用。肚子这么大，不知道能怀几个呢。举一杯天上的水，照着明月人世间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妹妹要做妈妈了，从开始的被欺负到可可爱爱的春风迎面，再到委屈巴巴，现在终于有宝宝了。然后评论区就有人说，孩子生下来是不是秃头？怎么可能呢，我们又不秃。好吧，希望不要遗传。妹妹现在逐渐笨重，吃的也越来越多，你这样会把我吃穷的。看来要替五八同城找份工作了，找一个时间自由高薪职位的，一定要平安生下来，这样我就可以欺负他们了。哎呦我的妈，哪个干哪个。考虑了很久，还是不瞒大家了。事情是这样的，妹妹已经怀孕45天了，这段时间肚子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粘人，最近也变得特别懒，身体又笨重了不少，上下楼看上去特别吃力。当我还在心疼她因生宝宝而承受的太多时，妹妹下来，其实全是装的。为了妹妹可以顺利生产，决定换一个安全的环境。妹妹的地方都很安全，退房卫生也打扫一下吧。这款魔法洗涤机是洗多一体的，它可以轻松搞定猫毛猫砂以及难以处理的罐头，而且按一下就可以自清洁，不伤手。妹妹，我们去新家吧。都那么胖了，别吃了。终于要知道妹妹怀几只宝宝了，最近妹妹又胖了很多，已经怀孕50天了，决定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怀了几只。妹妹不要怕，她每次来都好乖啊，就是嘴巴有点臭。你嘴真碎，应该有牙结石，我不要面子。结果要出来了，一二三，这个也是吗？这个是屎，只有3只。现在宝宝们都很健康，但是你要护理一下牙齿。天然的植物成分可以软化牙结石，还挺像。妹妹，给他们起什么名字呢？不会都是秃的吧？哎呦！